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诗诗。十五年，对，真的好几年了，对，还蛮开心的。我觉得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好像还是短发，对，现在都已经长发了。我今天其实穿的是 TOS 2023的一件红色的皮风衣，然后它是廓形的设计，非常的简单利落。然后呢，我用的包包呢是2023秋冬的，其实是一个新的配色，然后它的包型也是一个新的，是 TKS 的包型。对，鞋子是乐福鞋，对，非常经典的乐福鞋，然后有点方头的设计，然后有一点点小复古。哇，我觉得是第一个一定是 TOS 的鞋，因为太舒服了，完全不妨碍我走路，可以大踏步的往前走的。然后手机，然后你可以在现场拍很多好看的衣服、鞋子、包包，然后还有就是包包，对，实用好看。我觉得吧，可能最正常的应该是蒋南孙。哦，其实我觉得今天有好多都很喜欢，就是他那种西装，然后还有风衣大衣，对，然后其实他你前面看的是非常的廓形，但是他后面有收腰，对。其实我觉得春天了嘛，可能大家都喜欢有点颜色，对，我觉得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搭配吧。去吃饭，然后去陶瓷的店铺。其实这个好像有经常被问到，对，我觉得其实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吧，然后没事的时候可能靠靠墙、罚罚站什么的也有用处。我觉得是可以去演自己喜欢的角色。